晚心怡同你睇天气。本港今朝早大致多云，朝早较后嘅时间云层消散，日间大致天晴。今朝最低气温系介乎23至24度，日间最高气温升到大约26到28度。随住偏东气流逐渐缓和，未来两三日会相当温暖，一道冷锋喺星期日横过华南沿岸，到时嘅气温会显著下降。转下节至下昼5点，天文台录得嘅气温系介乎24.1至27.4度。而七点钟的气温是25度，相对湿度76%，有晴天气先生。哦，啊！预测渐转多云，早晚有一两阵微雨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气温介乎24到28度。展望随后一两日相当温暖，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。星期日稍后北风会增强，气温显著下降。下星期初到中期，早晚会比较清凉噶。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6，强度属于高。跟住转睇下，啱啱过咗去嘅10月，录得雨量系631.1毫米，系同期正常值嘅5倍以上，亦都系有纪录以嚟第二多雨嘅10月。而喺10月8号当日，即系热带气旋狮子山集港前发出黑色暴雨警告嘅一日，天文台录得嘅单日雨量已经超过成个10月嘅雨量嘅1倍。跟住睇其他城市嘅天气啦。广州多云，澳门落雨，深圳明朗。厦门多云，台北落雨。天津天晴，北京天晴。沈阳天晴，首尔落雨。上海落雨，杭州落雨，南京多云。武汉落雨。大阪明朗，东京明朗。曼谷落雨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达落雨，胡志明市明朗，马尼拉多云，墨尔本明朗，悉尼骤雨，布里斯班明朗，奥克兰骤雨，温哥华骤雨，三藩市多云，洛杉矶天晴，纽约天晴，多伦多明朗。罗马雷暴，苏雷西落雨，巴黎骤雨，法兰克福落雨，阿姆斯特丹明朗，伦敦多云。